听，那喜欢听音乐的。周杰伦的那香。周杰伦的。啊。什么？这个比较火。不能洗修房子的人，我也是管质量的人。应该是那法律，应该弄法律来惩罚一下，给这些现在的人一个怎么说呢？这是一个，这是也是个教训，也是个对现在管质量、修房子一些的一个提醒吧。但我这是我个人的想法，我不是说是你给赔赔好多钱，我现在对钱应该没什么好大意义。我们的感觉就是太悲哀了，因为自己做错了事，怕别人知道。如果是政府勇于承担责任，比如在这个5.12一周年之际，如果政府出面进行大型祭奠，我想所有的家长应该是欢迎的，而他们却不敢。我要求社会进步的政府应该主动承担责任，这个责任是多少，是怎样的，首先应该承担。我不觉得社会真正的是希望他们做出什么样的赔偿，而是说简单的告诉大家这件事儿是有问题的，是如何有问题，那么我们会获得什么样的经验。如果这样的责任都不承担，那么这个社会是很危险的。